上 roll 上十四之六 take two action。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他会对我说什么。Cut。好，我们补验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马上录一个。窗花先关一下。是不是你这边来的时候要先？玉明晕了。我做了一个手电筒的，好像这根本就没有用。对啊。很难是不是？因为我要先到这边，然后才打。是吧？你看的是谁？然后你们用什么方式都可以，就是手心贴手心，应该多一点。好像要抓到。